好了，那还有个邮票任务。我现在玩，到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玩就是这类型的嘛？因为我觉得，就这个比较不一定要 free game，怎么讲？他是直接抽 free game 的啦，就是不用收集，我们可以短读。我们今天四五保26，开始。四五保26好了，啊八二吧吧，四五保25。今天是该耐玩哦，我觉得它是这类型的手游最耐玩的一款，主要是送人非常的大。其实我现在只想要，我现在只想要60再保27。我现在想要保25，保25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，没中。